高一下完掐九州啊。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恁会当经济的时机来到遮，要来第六十四期要来上课。啊，恁知影，咱近两日伫美国。华盛顿 DC 诶，所表现，哦，实是看了足感动了吼、哦！啊，已经是踏入去成功的门底啊！因为照这个迄、那个美国来参观的，我等下有呐用迄、那个迄、那个最主要咱的主席说呢，迄篇文章咱大家拢有睇到哈。迄篇文章吼，迄一时无法度了解，但是若提登去读吼，你就知影讲。伫咧盖后壁遐，我有一个椎间盘遐。迄、那个怎样台湾的地位是安那块被扭曲？啊，实是台湾的地位吼，足艰苦了解啦，因为太复杂，真正太复杂。你若简单想要甲了解吼，顶有拢无效。听来讲，啊靠，这个代志，啊靠，啥，啊敢是安尼，啊是不是，拢一个都袂记得啦，吼，伫还袂讲考以前啦，吼，我讲一个，我是外科医生啦，吼，啊我讲吼，一时英明都即摆破功去安那呢，两礼拜前吼，我去牙齿台迄个。因为我印表机，我因为家己拢演讲啊，拢做迄啊印表机吼，啊小可会卡纸出去，啊我要叫来修理，伊讲哇真无用，啊我家己要举去修理。迄台很大台，啊很悬，拖迄台去你车顶，安尼尔，怎哎呀，那是咱头下讲闪着啦，啊闪着吼，哎生啊，啊你就知影，啊无详细因为警告单。做医生人讲，哎、欸、你看挨个你啊，骗人唔捌艰苦着，家己个怎啊当挨个艰苦？迄听了实是够艰苦啦！啊，好啊，啊个，哦，啊个是啊，真正艰苦啊，你啦吼！啊，就从我就想，也无去详细去想，想讲啊，我都有迄个倒嘞，迄、那个板床吼，啊，咧仰卧起坐迄、那个，按头壳倒嘞，去甲来甲即个酸痛啦，迄阵唔是足痛哦。敢若酸痛呢？啊，去甲要甲复健，我做十个尔，袂得。长规个吼，规个椎间盘长凸出来，啊，凸出来个呐，椎间盘凸出无啥物要紧啦，就是啥呢？迄、那个椎间盘个神经吼，迄、那个板吼，迄块着神经安尼尔啦，安尼尔，安尼尔着足惨个呢。着咧反讲，挨下挨下，不是就是咧挨，吼。倒嘞哦，无去揢着吼，好人呢。我若安伫厝里，我已经倒十几日了啦吼，拢总袂要紧。啊，若爬起来吼，也去吐着迄、那个椎间盘，我等下倒互恁看，也去吐着外口的神经，袂得啦，爱爬叫我，真正爱爬叫我，迄疼到吼是真正，做毛飞也止袂掉的迄个疼。你看，我有哪有做过？站止袂掉，闪着，无啦，闪着。爸爸讲，我要讲原因互你听。我用医生的立场，医学的立场，要讲互你听。这个闪着是到底是安那吼？迄、那个我拜三，前礼拜拜三，我伫台南州演讲两点钟。迄阵就感，我因为拜一半的嘛，拜一半迄台，啊拜二就小可。哦，怪怪啊！我就搁去做运动啊，无安那啊，到拜三去演讲了。拜三暗台南州伫迄个阿扁啊饭店遐，你毋知怎样？才有台南来无？即摆台南无人来吼、哦。啊，台南诶，
有没有台南来的？台南、嘉义、云林。哦，你是台南？哦，北港，迄拢属台南州啦，吼，北港啦、云林啦、嘉义啦，拢属台南州啦。啊，我迄一日伫遐演讲了，啊，都啊，还好说是演讲了九点外，啊，后尾同心大家聊聊聊聊到十点外，等于无安啦，拜四发作起来，拜四人徛袂起来，唔是徛袂起来，徛会起来啦，但是痛到你都站袂住就对啦，吼，啊，我就讲嗨啦，啊，我拜五要一场胡伦社演讲，胡伦社。台南东区胡伦社演讲，伫台南饭店要几百个，我有演讲，因为迄个新任的社长是我较早的好朋友，伊即摆当遮做社长，伊答应我早一个月前就甲答应讲要演讲，讲系啦，啊妈，迄一日拜五我迄场演讲呢，我人拜四无多，拜五吼，人去叫我的骨科迄、那个脊椎科的好朋友，直接对尻川配个一支了。很长的针哦，咱注对不是注对一条，或者坐骨神经啦。你知道，先坐骨神经，但你我用个坐骨神经是对于对于个脊椎遐落来的一条神经，啊，通对尻川配，啊，通对后壁再来，这条叫做坐骨神经。我是去刻掉一条坐骨神经，啊，所以我咱对一条吼，拿一支个注麻虾，注嘞，好好人。咱去拜五暗去演讲，啊，我迄个底，你知影迄个胡伦社，迄胡伦社遐，啊，拄好一咱秘书长好朋友伫遐啦，伊甲我讲，哦，你来演讲遮，我唔知影，阮迄个好朋友林志升伊遐牛呢，啊，真正，你甲我讲，到当甲知影你甲牛，我拢讲咱秘书长吼，是啥怪才呢？真正普通人。迄若无怪才吼，要想着要安尼只理论讲较够，够近咱的迄个秘书长所讲的迄个只理论吼，没有人推翻得到呢。你从即摆出去遐台湾政府啊，吼遐头头也是拢我的好朋友啦。啊，因较讲吼，嘛是拢只无新的、无新的见解啦，就是拢咱秘书长讲的这個，咱真的读的这是唯一的一个。第二理论，目前为止啦，也无人个反驳到嘞啦，哦，所以恁有机会来遮吼，即、這个初级班吼，爱赶紧初级班要了解，无解侪几条啊呢？我想秘书长已经伫张有甲咱讲几行啊，吼、哦，讲迄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啊不能就地防火，吼、哦，合法化有无？啊，够讲啥？主要讲这两个。这两个就是基本啦，哦，这两个基本。啊，我今仔日因为这期吼，我看六十四期的课表吼，我本来要请假啊，无人通代替啦吼，因为无人即摆讲的法律足少，吼，我看恁的课程表法律足少，啊，所以我老命病嘞，有哪爱来讲这个法律，和各位更加了解，因为咱来上课就是要知影讲，咱咧读的是毋是对。这较要紧啦，你若读唔对，读一大堆，吼、哦，啊靠啥路用呢？迄假料，假料啊，假料啊！我用三分钟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啦，吼、哦，叫做 HIVD 啦，吼、哦，迄、那个英语叫做 HIVD， 就是 H 就是迄、那个 hernia， 咱台湾的患者对调。对中，你唔知啦，突出去的物件，好呢，就是突出去。咱讲辣椒，突出去，这里英语叫做好呢，突出去哦，吼、哦。啊，什么突出去？inter 就是中间哦 ，inter 中间 ，vertebra 就是脊椎体。迄个，咱的两骨吼，一个一个迄啦。啊，一节，迄个叫做 vertebra， inter vertebra 就是一节的中的物件叫突出去，迄个 disc， 迄个盘叫突出去，啊是到底什么突出去了吼？小蔡是对一个我较转袂落。
啊，无开，无开，对，哦，无开。咱哦，正常的椎间板是安，有无？这一块一块有无？这一块一块，这一块。啊，正常的是拢安尼。啊，这个椎一块一块中间，这有一个椎间盘甲固定条咧。啊，即卖吼，若去要固定无条吼，对这个椎间盘剥出来，这是神经呢，吼、哦，剥出来。这五四三二一第一节。哎呀，腰椎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我还是扑伫这节，啊，含这节，我做一个扑两位啦，所以开叫天不应地不灵啦，就是两粒，啊，扑出来了呢，这神经呢，啊，神经哪去，搁去哦外口的迄个韧带吼，搁去卡着啊呐，就是规个拢神经规条。规条拢疼啦，所以倒伫遐你就知影，倒咧足快活哦，倒咧无卡着，啊，徛起来，哦，真正要起来刷一个口，要起来食一饭，无可能啦，就是这个。啊，这是 X 光翕的啦吼，啊，即摆来，我即摆讲个知影就是，你即摆只扑出来了吼。这扑出来了吼，椎间板凸出来也是卡着啥呢？边个神经？啊，这神经根、神经根，就是咱迄、那个有无？烫对咱对尻川背内一边左侧迄个坐骨神经，一边右侧坐骨神经了哈。哎、嗯，这种迄、那个神经去卡着，较咧疼；神经无卡着，安那好好人呢、啊？啊，所以咧讲，啊是啊，倒咧拢袂疼，倒咧卡袂着。这条神经，我卡袂着。这条神经我卡袂着。啊，我两目卡两条，啊，看迄我爱别叫我做医生做很久，但卖咧美容家讲，啊，你是咧爱啥啦？爱卡拢袂听恁。即卖较知影讲，啊，家己咧，咧爱吼是咧爱安那啦吼。所以做医生患者都有那艰苦一半病啦吼。较知影讲患者会艰苦啦吼，啊，实想影，噶，即我优先以来，我今73岁吼，啊，到今吼，较知影讲，哎呦喂，哎呦喂，即、這个患者真正我做45当的医生吼，较知影讲，哎呦，即、這个患者实想影艰苦啦吼，你哎，当然不是咧讲，啊，唔，较差不多咧，哎，我拢袂听恁，即、這个话吼，我以后都唔敢讲啊，哈哈哈，真正是安尼啦。哎呦，迄、那个，好，这是予咱知影讲哦，迄、那个小菜甲用去上头前啦吼。安尼哦，我就是这两条去揢着，啊，因为我拜三烟缸了，拜五个烟缸了，就倒落来啦，根本就无起来啦。啊，但是做医生人哦，嘛袂当讲，啊，你当时到这时阵病，你也毋知影，啊我。对拜五演讲了，拜六也倒嘞，拜礼拜也倒嘞。知影讲啊，这，阮较早咧讲的，患者讲啊，你就不要起来，你就对了啦，没吃药也没有关系，真的，不要吃药也没有关系，不要起来就对。啊，这块呢，差不多爱最少要躺10天，好，迄个剥出来迄个吼，慢慢啊消去，啊，若消去，就袂去卡着神经，啊，就 OK， 安尼啦吼。啊！你著乖乖啊！啊，倒啊倒，倒到到讲，唔对呢！啊，我也唔知影啥原因啊，到底是倒爆出来，我也唔知啦。哦，啊，一日、两日、三日，我到拜二，我讲，不行，叫救护车来，上来我家己的病院，新罗病，我是新罗病院院长退休，台南新罗医院啦，哈，我已经新罗医院伫我的手，有哪变到千几层，我的医生有200个咧，哈，200个医生咧，讲我很少回去，因为。我唔敢回去，回去这个投东，这个投西，我拢唔敢回去。确定啊，那个投先讲，哇、哦，啊，即卖哦，什么啥，我来因讲，好安尼哦，可能讲，人庄院长嘛，讲安尼对，什么啥，我足惊。所以我敢来回去，3个月回去抽血一次，身体够好，想要紧，吼、哦，
嘿，啊，剩的吼，因要哪下，因即卖大家家己去烦恼啊，迄毋是我发恼，啊，所以我叫来讲，来，我去做 MRI 翻译做核磁共振，哦，对于迄个椎间盘突出核磁共振是上好的治疗啦，比电脑断层比现在更加好啦。啊，我去做了了，哇！第三目、第四目的中，第四目、第五目的中，拢突出来，突开两目，所以较会爱白叫母啦吼，两个较会爱白叫母。啊，我就知影讲啊，较苦嘞，这个上少爱倒两礼拜。啊，拄迄阵一直倒到这个拜一，咱拜二，才有迄个高级干部会议要决策，要去美国的。因为我是做那个事务的委员长嘛，中央政治局事务部的委员长啊，我无出来袂使，无才调人来，哦，啊，我也不忍心讲，因拜三吼，因拜三要坐飞机，我也无去干，我也无去干送啦，啊，所以就无法度啊，因为都渡到地，啊，我有甲秘书长请假讲。我小嘿，我拜那个迄个上课吼，我变看会当来袂啦，因为咱进北港城呢，所有的迄个 VIP 吼，拢去伫美国遐啦吼，嘿，所以我的副秘书、副委员长吼，季教授，迄德国留学的，伊嘛去咧，啊，我一个上届好的同学潘信贤，迄副主席。我本来想讲，我都凉凉啦，袂动，我都一通电话号，伊就甲迄个，甲看，啊伊也去啦，哦啊，所以所有的人拢去美国，所以袂过你即到美国足成功啦吼，嘿，啊去我就讲，啊我倒我今日试看卖咧，啊有昨我就去买一支个管啊，我拢本来无去啊，昨就去买一支管啊，啊是去叫阮太太再去试试咧，看有法度安那无吼。啊，去试试还可以啦。啊，所以我都无去讲拜托，别个叫别人来上课。我讲老命病咧，爱个行。啊，所以今仔日来，啊，因秘书长看到我嘛惊一个，讲喂，伊讲伊唔知我咧艰苦，我都无通知啊，漏气嘅代志啊，哦，就是漏气啦。我是国赛运动健将呢，我逐项拢运动健将啊。啊！开即摆变咧牙齿关啊！我敢那去坐高铁啊，都喷水到要死啦！啊，高叫人拄着，讲诶，啊，庄院长，你是安那？讲无啦，啊，喷水个啦吼，诶，啊，都啊，你开咧牙关啊啦，啊，你什么声？安尼，即个就是安那？我今日我逐摆来讲课，我一讲两点钟了，迄阵高级班拢两班呢，两点钟了，就搁刷去变个两点钟，一班徛四点钟。生龙活虎，我拢袂要紧啦吼，啊，不过即摆吼，给抱歉啦吼，我用嘴咧讲诶啦吼，嘿，用嘴咧讲诶啊，较对大家较下顺，请恁原谅一下吼，嘿，好，用安尼来做我这个椎间盘突出诶这个嘿吼，啊，我是做急诊医学啦吼，啊，了做外科，啊，了到五十岁吼，我想讲。啊！这外科会扛你徛啊！啊，我都徛四点钟、五点钟、六点，你开刀拢爱七八点钟呢。讲站袂住，可能会站袂住。啊，我得先见之明，我得先。伫五十岁的时阵哦，我到五十岁，较忽然间想讲，我可能爱来转行呢。是安那呢？那外科生命到五十年呢，啊，无转行变呐。啊，我讲下定决心，啊，迄阵开业啊。伫病院啊，开业啊，迄阵吼有趁寡啦，毋是讲足多啦，有趁寡啦。啊，迄阵个也无税金诶啦吼，啊拢收现金诶啦。即讲个细声，录音即段毋知当去掉。啊，趁了有那有一寡啊，经济基础袂歹啦。啊，我著甲太太讲，我一日看百几个患者，吼，啊，搁伫病院咧上班，我做属于台南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做十九档呢。啊，下班阁看百几个呢，安尼无眠无日啦，嘿，安尼，我想讲，啊，这赚会到，食袂到呢？哦，有影，我都感觉讲，这赚会到，食袂到啦。啊，所以我人决心，啊，阮太太是讲，你讲假，
要去读册，啊，你向久啊，拢无读册啦，你要去跟人考试，哦，伊就讲啊，你去考，你去考，考会得我去，诶啊，哦，我开始哭了，我这普通时唔爱在读册的人，啊，那我哭了咧上哦，我拢做好过，我哭了读，走啊一个月尔，我就去参加国家迄个工会留学考试。老天怜悯我，我考到了，哦，我就考到工会，哦，要工会留学足足好个呢，薪水照领，去美国啊，过后薪水搁坐头等舱，哦，迄阵的公务人员足好个，坐头等舱去美国，哦，去读册哦，去收学费，啊，所以我甲一直安尼，安读高嘞高嘞，摕个硕士，摕个 PhD， 搁去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啊了。啊！伫2006，即个我上骄傲个所在就是2006吼，迄、那个州立大学吼、哦，有十几个出来选迄个杰出校友。哦啊，头啊，台做十六个，到尾台做八个，台做四个，啊四个较过。哎、欸，我去用经着讲是即、這个迄、那个年度我诶，迄个 USC 州立大学个杰出校友啦。啊，到尾我去问解讲，啊是安尼，我系对，伊讲，即。这要调查吼，都爱唔是干看你讲你的工作，啊你的表现，啊你的态度，啊你的工作的成就，诶啊新罗医院有啊伫我的手吼，有对差不多安尼三五百层，到即卖千几层啦吼，吼、哦，伫台南地区变作区域教学医院呐，啊我设备逐项拢精心呐，较早去心脏袂当做的啦，啥物袂当的啦，我拢逐项一直甲因为。因为去读这个博士了吼，有迄个会计啦，什么啥，嘿，迄个财务报表。普通一个医生吼，就袂晓看财务报表的。但是去读这个会晓看财务报表，我的缺口是对，啊，我的主要开销是对，这都爱去查开知影啊。啊，拄好我一直咧发展到一半，进步开始啊。啊，进步怎个冻掉了？我迄阵想讲要比马街搁较大个医学中心，跟中基阮。迄、那个基督教长老会拢总有三间病院呐，三间了、喔，真个拢唔是哦、喔，一间是马街，一间是中基，一间是新楼，哦、喔，长老基督教长老教会干那三间病院啊，真个拢唔是哦、喔，真个什么家基啦，啊什么平基啦，啊都倒位啊，迄拢唔是长老教会的啦，迄拢其他的教派的啊较小的病院，安尼这三间，啊我等一半都要叫根部啊缩掉嘞，哦、喔。啊，缩掉了了，我都发广告安尼，咱变做两边，我满岛也一间，啊台南遮一间，咱变做拢去教学医院了哈，嘿、哦，啊还服务的，因为用奉献的精神，啊我这个中间，我拢有去印度、南部，一拜两礼拜，我拢总去四拜，去斯里兰卡，迄阵紫拉米了，我拢带提药啊，啊带医生、带护士去遐哦，嘿，放尿拢无得放嘞，啊，迄个拢都要查某，阮都要河山甲围嘞，因听放放嘞。印度的南部吼，足无发达，啊，印度的北部嘞，比咱台湾较发达嘞。哦，孟买、孟买啦，新德里啦，考科塔啦，哎，啥加尔各答，哦，这拢冇听过，这拢比咱台湾较发达。啊呀，我无去啊，我去南部。一摆去两礼拜，炸药啊，炸护士、医生，啊，一摆按十几个去遐服务，我拢总去四摆。啊，所以迄个记录啦，啥物啥啦，唔可以去选择杰出校友，就是讲你对人类有哪种贡献。啊，这是第二项。啊，佮较早戆戆，六七档，啊，变个拢叫我带队做行政院顾问，带队去对呢，去日内瓦，为着要参加啥 WHO。我带六头水啦，带六七档呢，啊，去遐拢抗议啦，什么碗糕、米索有诶无诶，伫遐拢舞六七档呢。诶、欸，我毋甲你甲秘书长讲，啊，你也无较早迄个，你较早这理论拿出来吼，阮都免当面咧，因为啥呢？要参加迄拢爱是迄个主管有主管诶人，无一定是国家。台湾呢，都毋是主管独立诶国家，恁也未读着啦吼。台湾毋是主管独立诶国家，根本就未当参加嘛。啊，踮遐去舞舞啊！哦，迄记者来着，踮遐唱歌呢，唱几早起呢？嘿，毋是遐尔呢？啊，着讲你家己了钱去的呢？啊，去遐舞舞六七档呢？啊，着像啥物？
罗荣光牧师咧带领迄个联合国促进会，啊，你都唔是国家，啊，你嘛是当边咧不，啊，因即卖拢也未晓悟起来，啊，我晓悟起来，我讲啊，唔是国家，你去拢假母的啦，去拢假料的吼，啊，所以我安尼因讲哦，你为着台湾国家现在给他专设杰出。杰出青年啦，杰出校友吼，迄、哦、全美国迄几万人的迄，我去算着，我感觉一生哦足光荣啦吼。啊，这是啥？要服务。我直接讲一个我的做人的原则吼、哦，我一项足要紧的。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对待你，你先怎么样对待人。王刚请我诶，新老兵王刚请我诶，大家拢看我哪朋友咧呢？我唔是用院长咧管人呢，哦，我用迄个朋友，你遮啊需要什么啥？啊，你即个感染，哦，你即个队伍搞啥？啊，需要啥？我经济计划好势，好哩。啊，大家安尼互相安尼建起来，唔是讲，你那个不行啊，你都没有计划啊，你怎么怎么用迄款人咧管人哦？唔是迄个，哦，我一个讲，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对待你，你先怎么样对待人？哦，啊，所以，哦，我进来登一边，我进来登一边伊吼，哦，我拢走袂离，大家拢围嘞，哦，啊，拢我的好朋友啦，唔是我的部长呢，拢我的好朋友，哦，这是好各位参考啦吼，弟兄们，哎，给你，你要怎么让叫人家对待你？你先怎么对待人家？哈，哎，这。这是有影，我的座右铭是安尼啦吼，这句大家罔听了啦，无得较有利益啦吼。过来吼，即、这个我忽然间插落，就是要插落去讲吼，伫张，昨日早起，昨日早起咱遮六点，点有是美国的迄、那个。拜四暗的六点，哦，华盛顿 DC 的六点，这个咱的主席叫做 Sonny 上哈，或者曾根什么啥，我袂啊，啊，曾根先生，这是我的，这有那外科医生啦，有那我三十几当前的好朋友啦，哦，啊，伊本来的名唔是安尼啦，伊叫做曾宪昭啦，哈、哦，啊，我有那足少好朋友啦，哈、哦，我。伫前个月，阮有做伙去日本靖国神社，你知影靖国神社即边有呐足轰动啦吼，我有去啦，吼、哦，哎，啊伊个演讲词，恁大家手中拢有啦吼，伊个演讲词吼，哦，实是有够轰动，但是即个轰动吼，一时间人听着吼不理解，因为恁若头发理了，可能就会了解，要袂头发理吼，你讲遮吼，啊听落去。啊！你要予在场个美国啊，听有吼，有人加班的啦，吼。但是秘书长甲讲有啊，有一本册转去吼，伊听者。迄时你听着人，大家拢休克呢。讲啊靠！真正有这个代志嘞？真正美国啊，无相信这个代志。讲，咱结论就是讲日食内战，吼、哦。结论安尼讲啊。伊经过这个吼，我各位小可知影一个吼，伊这就是 honored distinguished guest， 哦，就是咧讲吼尊敬的什么啥，迄一日几百个啦吼，啊底下演讲，咱台湾人英语有哪，较无遐尼美国个遐尼好啦，那美国个咧讲就更加系，咱有哪是，这个好朋友，咱的主席有哪是台湾是有教育个咧吼，啊去美国读册啊，去日本摕伊个博士啊，搁去美国读册吼。啊了，伊迄个讲个遮啦吼，讲即、這个，主要我要讲个，我用红个遮吼，互各位小可了解的，就是讲吼，伊即个演讲词吼，是啊 ，Three years ago on September 九月七八，三当前有无？你讲你讲三当前，诶，九月七八安那？一挂勇敢个台湾人有哪伫遮？三当前个九月七八啊，吼啊，咱是伫九月七。第六嘛，哦，三当前咱有去啊一班记者会哦，哦，啊，一班了，到即摆啦吼，
这是你的迄个专门吼，你的迄个，我是用一寡重点起来，互咱小可理解一下吼。第二下吼，来，伊甲遐美国啊讲哦，讲，恁所知影的台湾有两个台湾哦。第一个台湾是啥物台湾？就是 TRA， 啥物叫做 TRA？TRA 是台湾 Relation Act， 就是台湾关系法。哦，台湾关系法叫做 TRA， 台湾。Relation Art， 对不对？台湾 Relation Art， 对不对？第一个台湾就是台湾 Relation Art， 是咧讲啥？咱必须听我们在讲，要不要讲？台湾 Relation Art 是指 People on Taiwan， 哦 ，People on Taiwan， 你。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咱敢读过？哈？有讲过哦。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是天差地哦，哦，咱是拢 People of Taiwan， 可是马英九咧，马英九是 People on Taiwan， 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咧讲啥 ？People on 哦 on 哦。是咧指咧保护伫住伫台湾的人家人，是美国的迄个台湾关系法咧讲的哦。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住伫台湾即个所在的人，唔是台湾人哦，吼、哦，咧指遮啦吼。啊，所以大家小可安尼分析一下，伊即卖这篇文章第一人讲的讲，两个台湾，第一个台湾是啥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咧指 TRA， 就是。台湾关系法 ，T 就是台湾嘛吼 ，R 是 relation 关系 ，Act 是法嘛吼 ，TRA 咧讲的是，这个台湾是 people on Taiwan 这个台湾，有两个台湾啦吼，第一个，第二个台湾咧，第二个台湾对对来，旧金山合约，伊这甲你写甲足明 ，The other is 法理上。Legalistically, from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旧金山合约。迄个台湾有关系到，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关系到 United States 美国、台湾、甲无日本。第一个无讲到日本哦，吼。第二个是指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内底。明明写到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这两个台湾要让美国啊知影讲，恁都要了解哦清楚。台湾，我即卖咧主张的是这个，是这个旧金山合约了的这个，这个台湾哦，哦，所以简单就甲讲出来。恁较早咧讲的迄个台湾，恁较早咧讲的台湾，拢是咧讲 TRA 的。安听有啦吼，你讲台湾关系法里面的迄个台湾呐，吼，啊我等下个讲较好详细，是安那 TRA， 伊是安那来，伊是安那来，伊迄无迄个 TRA 嘞，蒋介石政权早都爱走路啦，伊为着要保护蒋介石政权，因为郭少承认中后事嘛，啊即卖他们中国建交了，吼，1972年了都无承认。台湾人，啊，无成立台湾，你 ROC 都无成立 ，ROC 就死去啊！啊，死去变哪里台湾？伊较用这个 TRA 来搁和迄个 ROC， 虽然即卖无都叫 ROC， 伊死灰复燃，唔是讲死灰复燃，继续活咧，吼！来，这我讲完的，这是伊咧演讲的这个头啊，这个两个台湾，第一个是咧讲 TRA。台湾关系法内底的台湾，这个法国际法律的法是旧金山合约，所以咱卡那就是爱用这个旧金山合约做世界公约条约的标准，就是刚才这条呢，剩呢无别条呢，各对一条讲着台湾没有，你卡那找我上网去美国找啥，我去找，拢找无这啦。啊啦，纯古金山合约啦哈。
啊来，伊要主要指出一个上大的错误伫底呢？拉拉斯杜勒斯，你毋知影怎样？杜勒斯捌听无？古早即个啊，福尔摩，即个杜勒斯吼 ，Mr. John Foster Dulles， 伊是迄个美国的国务卿啦。伫1950，伊是国务卿。伊1950的时阵，旧金山号是当时五厘哦，吼，伊伫遐进前，伊甲苏联回答，伊甲苏联，苏联。哎呀，有些的苏联嘛，谁啊？苏联，伊咧甲讲哦，伊咧甲讲，这个台湾哦是日本的啥呢？啊 ，former 以前的日本的，这里啥 ？colony 是啥？殖民地？差大尾了吼，听我这边这些讲这句话就大唔对去了吼。咱即卖一直咧甲讲，杜勒斯讲这句话绝对唔对，因为这是1950，台湾当时变作唔是殖民地啊，咱有读过无？1945年 April 1st， 4月7，对无？咱有读过啦，伊迄是照万国公法，安尼演变了台湾是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反正呐，伫国际法内底吼，迄个 territory 领土是袂当分割哦。哦，啊那 colony 呢？会使哩呐？你从关岛啦，哦，迄个美国跟迄个古巴，跟迄个西班牙战争啦，关岛啦，啊，迄个菲律宾啦、古阿姆啦，啊，哦，迄种归予美国啊，迄个当移转。1895年。1895年，西蒙诺设计，我若讲西蒙诺设计，可能大家唔知啊。爱讲马关，伫日本的条约是写下关，哦，下关日本的叫做西蒙诺设计嘛，对吧？吼，伊是写下关条约。下关条约迄阵，中国完全要将这个土地给日本。我即摆先讲给日本得啦，吼。哦，咱今后他给拢安搞日本。迄阵台湾是啥？对，台湾迄阵是殖民地，所以可以安那割让啊。啊，那不是殖民地嘞，那是领土嘞，袂使。我等下又搁讲，有一个所在不是殖民地，是领土，伊也割让给日本呢。你得过啊？哈，哈，辽南条约，辽东半岛。哦，迄等下我下个一系列甲各位小可整理一下，因为恁这个初级班哦，一定要了解咱的法律到底是咧讲啥吼，啊，整理好写法律，安尼较袂叫人问了啊，唔知一问三不知啦吼、哦。来，咱第一个四月七的吼，台湾 has been decolonized， 就是去殖民化哦。这里你就是去，你诶英语吼，那用 colonize 是，这是你伊就是去，去掉的去。台湾是已经伫1945年4月7都已经去掉殖民地了。杜勒斯这点去误会，无去讲到，伊伫1950年甲苏联讲台湾是一个是日本的殖民地，哦，那是差大尾。咱即摆伫即个演讲文吼，一直咧讲遮吼，就是伊拢无想着讲，1945四月七是已经是 territory 啦，啊，安怎啊？领土啦哦。杜勒斯伫遮发生 mistake， 哦，伫国际诶发生唔对去，50年都唔对，伊到50年要写迄个旧金山合约诶时阵哦，已经知影唔对。啊，所以较无将台湾这块土地送予中国，送予倒位，以前就知影啦，吼。伊啊，咱即摆即个咱的苏联主席哦，这篇文章，哦，这才是有影绞尽脑汁，唔是，我即摆问秘书长讲，啊是到底想写，这要写什么？无遐简单嘞。
那用阮这个伫美国留学的人咧读的迄个英语吼，我感觉我写袂出来呢。啊，这是 CIA 甲咱写的呢 ，CIA 甲咱写，看我都写个遮尼水亏的迄个英语啦。哦，现在我来写吼，那二二六六啦，真正啊，这个，虽然我伫美国读册很久吼，我那写袂出来这，我感觉哦，这文章实在是，啊，原来我拄仔才甲秘书长讲，哎、欸，啊，这写那个有看都写个这样呢，伊甲我讲，确实是 CIA 写，美国个迄个组织头脑写，唔是台湾人个迄个头脑，因为咱去受教育吼。咱的英语嘛是了，咱那敢那讲台湾国语就好啦。啊，咱的英语吼，我的迄个博士论文吼，哦，我还教授偌甘心嘞，甲改两进嘞，迄、那个 sentence 诶写法是不是？逐字甲改着呢，啊，字意思无改，但是迄个文章吼，啊，真正人美国啊，就是美国啊，因咧写的文章都是无同款呐，改出来讲，诶、欸，啊，我的文章啊变正水。啊，事实拢我的文章，啊，但是伊咧 sentence 的迄个写法哦，吼，啊，改到来是我，有影五体投地的，感觉会厉害。啊，这个就是迄个 CIA 写的吼。虽然我大概中小可有一丝啦，有一点点啦，有唔对的所在，但是不要紧，迄无不影响大事啦，吼，诶，不要紧，来。啊！你讲这个吼，吼、哦、过去，安尼，这个二十栋来，这个六十栋来吼，啊，拢对遮，安尼咧乌白来吼，我这无写红的，我干那要讲红的呢。啊，即摆讲了吼，伊讲了吼，伊讲了，这个中间就是咧插讲吼，伫2020十月二四啦吼，诶，美国的迄个高等法院吼，什么啥啥啥，有讲到迄几点，咱迄五点有读过无？哦。就是咧讲第一点啥，第二点啥，第三点啥，第四点啥，用迄个咧讲起啦。迄个我甲说，就是遮啦。哦，这个文章内底迄五点，会记哩？迄五点就是这个写遮。来，第一点，本土台湾人啊呐，无国籍；第二，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台湾人还阁是伫这个 political。Purgatory 政治炼狱当中呢，哎，要搁在政治里个，哦啊，第四较写讲，第四这个是叫古今山河第几条？你阿记个？二十三条，古今山河的二十三条写着这条，二十三你阿记？人个人问讲，哎，啊，啥这是美国占领的？写里底？古今山河第二十三条，明明写讲哦。台湾仍然在美军是占在美国军事占领中。哦，会记得哦，二十三条啊，人咧讲法律的部分哦。你问讲，嗯，凊彩讲讲咧，啊，美国一对占领啥啥啥，国际条约内底《古今山约》二十三条，都是写着美军占领的。哦，会记得哈，二十三条在照样紧的哈。迄合约，咱台湾也无啥咧注重啦，拢我袂讲讲的尔吼。啊，足侪拢连那秘书长讲讲，连迄个台大法律系嘛，无啥咧读着这条啦吼。有阵时候拢无要讲啦吼。哎呀，读法律的人啊，拢无啥咧读着这啦吼。哎，二十三条，会记哩？这条就是根据二十三条来。台湾仍然在美军事占领中，吼，伊伫这篇文章，啊叫美国行政单位应协助原告的诉求，就是哎，要咱要诉求啥？你敢知啊？那要诉求啥？对啦，啊，旅行证件，咱会当发 passport 未？是安那？唔是国家未当发 passport， 你真摕迄个车轮牌迄本，伫美国，迄唔是 passport 呢？国家才会当发行 passport 啦，哦，这是世界公法啦，哦，啊，咱真要要求美国甲咱发证。旅行证件，那请求夏威夷。夏威夷当时夏威夷的人要去日本，都要摕美国的旅行，美国啊，美国的旅行证件过去日本呢。迄阵还佫占领中，迄阵还袂兴日本的时，都要安尼啦。
秘书长拄仔才甲我讲吼，美国已经答应三个月后要荷兰，大家拍鼓啊！真正三个月后吼，咱就会当凭咱的身份证，无证身份证的举手我看嘛，身份证，赶快赶快，你去请着身份证吼，迄张身份证就会当别日啊来请迄个旅行证件。哦，要紧哦，要紧哦！恁等于赶紧赶紧请啊，咱的好朋友啦、太太啦、什么家族啦，吼、哦，紧去请请嘞，紧去请请嘞。抓伊到时的，你要去排队就排个，因为进吼、哦，进这个 passport 不迄、那个身份证要请哦，都要一两个月嘞哦。啊，美国起来做呢，慢慢啊，那无请的，进也袂客的时，恁即摆等于，哦，礼拜等于拜，紧去请，也袂人哈。哦那些教师都爱用这张身份证来签美国军事政府的旅行证件。哦，安听啦吼，这要紧的代志，我先甲你讲。人教师咧客啊排队排啊，你也看人去普通人去咧排队，就唔得啦。因为咱是先行者，秘书这么甲咱讲嘛，咱是先行者对吧？哦，啊，唔是要做革命先烈呢？啊，做革先烈的，挑起啊！咱无要做迄个先行者了哈，咱无要做先烈了，咱要做先行者，这就要紧了哈。啊，所以唔通到时佮较记得，但要看人客佮排队。啊，我都去上课啊，先啊，我也开始正经开始上班，我都一步一步来，迄个送去美国咧做的哈，送去美国咧做的，急不得哦。啊，伊美国遐做了，规批较寄来哈。你知啦，我前天有收到。恁捌一个高志明牧师吧？捌听的无？哦，高志明牧师，他们太太他们查囝的，前天的身份证下来，伫我遐。啊，我要等老大人亲自转来，阮做伙提来因兜好伊。嘿，爱紧请啊！啊，无你即摆吼，高志明牧师嘛请过后月呢，要看两个月呢。较落来呢，啊，真落来，伫我遐，啊，我等候台南王州长回来，阮做伙来甲拜访，因为拜访的中间，我还佫一个要甲解释好势，即、這个姚嘉文吼，伊吼，伊是台独联盟吼，已经啊，都叫秘，咱若来就知影，叫秘书讲的，伊迄房间惊袂出去啊啦，惊五六十栋惊袂出去啊啦，啊，伊真咧讲，伊才是受害最大，是安那受害最大。台湾民政府出来，伊就人闭幕咯啦咧。伊较惊嘛是伫个台独领域伫啊，啊台独会通袂，走袂出去嘛，走袂出去嘛。啊伊个都死去啊，啊所以真较骂了骂民政府，诈骗集团啦，是毋是？害伊什么？差不多害伊要无饭通食，真正咧。无人要甲落关啦，无人要甲啥？啊古早台独组织古早是。拢是朴素啦，什么足有名的人物啦，迄阵都讲迄条路，但是即摆咧，这条路行不通了，哈、啊，行不通了。我等下讲，我是安那块，会行到这个，一入来遮啦。我嘛是，哎，这骗人的，这恁这民政府咧骗人的，先。我头下有哪有迄款思想呢？啊了，我按经过，我等下讲我的心理过程，互恁听。我是安那块安尼捏入来，哦。哦，啊来，我这个秘书长的，这那个所内上的，这我讲过了吼，嘿，最后就是讲哦，台湾 still 里面仍然存在现在的 Emperor of Japan， 哦，日本天皇 ，Emperor 是天皇，日本天皇就是台湾也个是日本天皇的手，啊，第一个 Law of Nation 国际法。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即后壁这段就是写《旧金山合约》23条写的啦。美国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好、哦，这条也写下哈。啊，这条就是23条啦。哦，引用着《旧金山合约》23条所写的哈。
啊，遮较迄我无用红字写的，都唔免 A 啦。来，来，啊，要紧的到了，咱要甲清醒 ，travel document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唔是 people on Taiwan 哦，差足侪哦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差太侪啦吼，你讲啥？咱是 people of Taiwan。咱要甲请求啥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安尼。啊来，伊这是个咧技术，我想简单个用三分钟就来下过了哈。伊这是咧讲啥呢？伊古早 Nixon 哈 ，Nixon 讲哦，要予中国用起来，通来借机，什么人？要予中国用起来，通借机啥？苏联啦，哦，迄阵苏联当咧前啊冷战，尼克逊呢主张是要予中国用起来，借机苏联。啊，那即摆咧，即摆吼，美国的总统吼，知影一条啥咧？咩啊？上日本，当要借机啥？啊？中国啦，哎，这世界局势咧变化吼，这个政治利益吼，有哪？我相当下呢，而且美国一直要予日本，所以一直要予日本用时呐。中国即摆一直撑起来啊，啊一直要一直要予日本强起来吼、哦。所以唔敢安倍吼，傻傻叫美国甲支持汇率啊，好些啊，当美国一直复苏起来，先吼、哦，嘿，以美国个要予日本。啊，咱当年伫即个地方就是啥呢？欸咱是日本，天皇下骹的臣民啦，吼、哦，这条讲还袂到嘞，这条讲还袂到嘞，吼、哦，到家了，我先用到家吼、哦，哎，迄、那个奥巴马，你吼、哦、，President 奥巴马吼，哎、哦，奥巴马，哎，这真正就是奥巴马了哈 ，O V A O 嘛吼 ，I B A 是巴 ，I M A。嘛，奥巴马，嗯，真正奥巴马，哎，台湾的大概都奥巴马。你吼、哦，都要遵守啥呢？国际公约，我只讲，因为吼、哦，美国总统有一条规定吼，美国宪法有一条规定讲，总统，美国总统一定要遵守国际法、国际公约。这条是伫因的宪法内底，是啊，美国总统爱遵守的，哎。欸，咱即摆台湾全民政府无名，咱是拢照这个国际公约在行呢。哦，来，你都要照国际公约在行啥？和台湾人啊 ，legal status，legal 就是 legal 用作法律上的地位，哦，正确的法律上地位，台湾的正确上法律地位，你。奥巴马，你应该服从美国宪法，照美国宪法讲，你爱遵守万国公约。万国公约，咱即摆照对万国公约已经甲写出去啊，写出去讲，你要根据万国公约来，予阮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哦，诶，这篇文章写到这了哈，写到这，啊，这是到九月初五。应该是伫漳州去啦吼，漳州去有看电视的有无？少人看有啦吼。迄个伊咧到尾，今仔日佮佫出一篇演讲出来。迄漳敢若踮遐咧酒会，哇！四季酒店，迄实是有影足轰动的。迄个所在吼，会当踮华盛顿 DC 的迄个四季酒店要开酒会，无遐尼简单，无遐尼简单。真正咱也达成咱的目的啦吼。诶、欸，叫要下课，看大家意思看呐，有要下课无？哦，安尼呢？安尼若无要下课吼，咱若要小偷的，还是甚物啥？要偷家己慢慢啊，安尼去啦吼。啊，我就继续搁讲这个安尼对吼。来，咱拄啊只要即摆要讲。现在要讲台湾
实际上诶国际地位啦。伊即个要讲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以前吼，我插一个五分钟啦吼，讲我是安怎开始，开始加入即个啦，开始跳入来啦。我十几年前心脑病院咧服，我是当处长。阿廖，我做七八档的院长，我拢总做十几档啦。啊，我做医生啊，做到四十几档啊啦吼，迄阵啊都四十几档啦。我要退休，因为阮总会规定阮六十五岁退休，啊，我迄届都做到六十七八岁啦吼 ，term 到期啦，我要退休啦。啊，你退休的感恩礼拜有一个感恩礼拜。啊，我一个好朋友，甲我讲，欸，你的感恩退休感恩礼拜，我要下去参加。我說，阿嬤，阮總會規定吼，即個袂當超過九十分的，即個感恩禮拜吼，啊你落來吼，啊無互你講話閣歹勢，啊要講話三分鐘嘛排袂落啦。伊甲我講，不要緊，我來甲你參加，我要緊的代志要甲你講，安尼啦。我說啊人誠意吼，嘿難切，啊即個我即個好朋友吼，伊就真正迄一日落來呢，伫八月底落來，五當前，我退休已經五當啊啦，吼。第五当前吼，来，阿廖，甲我讲哦，陈院长，你退休吼，我无要你走，是安无要我走，我有一项要紧的工课要互你做，安尼啦。我讲，哎呦，唔系啦，我做医生做四十几冬啦，吼，啊，伫这个人生啊，读册啊，读啊，迄个大项务啊，够尽吼，你看唔发休困者，老乡。请饶命一下！啊，你知影咧讲的这个什么人无？我讲出来，大家捌啦，叫做陈仲谋。啥叫谋？啊，我前五当前第一摆到今天也毋捌见着面啦，到今天我也毋捌阁见着面啦。伊甲我讲吼，我看我含你做伙遐侪当吼，伊是我中原中学先拜走我一届啦，长荣中学。我即摆做长荣中学校友会会总会长，全球的美国也有，日本也有，拢有分会。我做总会长，爱是阮的会员啦吼。伊甲我讲，我看你过去吼，伫迄个台南吼，啊那咧创啥吼，啊你拢会总出来。我讲我靠，伊都啊边个来选举，啊都拢叫我独头前去徛台去演讲啦，吼啊边个着穿，我嘛伫内底咧。咧，这小组内底，伫机密咧听诶，像迄我伫内底啊，啊，要派去日内瓦啊，变嘛是派我做行政院顾问啊，去啊，像哇，足好要就对啦。我讲老兄啊，你敢知影我唔是民进党员呢？我从来唔捌加入党呢。你哪有做边鬼人知影？你当时捌加入国民党，无加入国民党你就死啊！我那阵我去成功岭。百外个，多阮三个无加入国民党尔呢。迄阵个叫去挂草线，我甘愿，我来挂草，我拢无加入党。啊，不过那建民进党咧活动时啊，你拢有。我讲足简单啊，我有一颗爱台湾的心，疼台湾的心。那用迄个北京话讲爱吼，大家嘛爱，你嘛爱，大家嘛爱。但是我迄个爱唔是普通的爱，我是疼台湾的心。为了台湾啊，咱这台湾人 ，people of 台湾，那讲到台湾咩，什么利益，什么啥，咱大家拢会累了嘛，对不？哦，累了，为了台湾，谁那敢累了？我讲，我警告那建国党，什么党，我拢唔要加入啵。哦，啊，你怎忽然间要叫我要加入啥呢？伊讲吼，你来加入阮这个民政府，好、哦，啊，你来，你第一个利益来得。做卫生部长对我上好，阿公安尼啦，讲吼，阿、啊、来发电，吼、哦，我一声讲，老兄，饶命，我尽量讲饶命，好，我过一下退休的好生活咧，吼、哦，我退休的好生活，我母够久啊呢，母四五十当然吼，我过退休的好生活，吼、哦，伊讲啊，既然安尼吼，我讲迄啦，我较过较看卖咧，吼、哦，我过几当啊好生活一下，吼、哦，退休，哦，恁啥？哎、欸，做院长哦，哎、欸，超的代志有够多呢，啊，不是大事呢，答答滴滴，答答滴滴，哎、啊，也不是大代志，啊，都
一日就干那得咧，你抄遐有诶无？有的没有的啦吼。啊，所以退休了哦，原来退休诶生活遐尔好呢，真正退休啊！哦，咱家退休哦，足好吼、哦。我真正感觉退休足好啊。啊，我着啊，我运动底诶啊吼，我古早我着、就是。脚球选手啦，那什么选手？田径百一的高拿啦，游泳选手，我逐项拢选手啊！我是家己要去读师大体育系的呢。哎、欸，阮老母硬甲我撂来讲，不行，读医生啊你的呢？哎、欸，啊无我是爱体育啊！哦，我是这款哦，你看我的体格，我181公斤，我足爱足爱食的啊！他讲好啊，好啊，做一下啊！我家己想啊，真正足爽快！啊，我就走去买只小游艇啦，哈、哦！买起来26尺小游艇，哦，放伫岸边港。啊，我一礼拜出去两抓，我拢4点出去，7点回来。啊，我袂用钓鱼啦，但是我安那呢？我出去遐呢，飙船。效果不好吼、哦。来，我吼、哦，拢出去飙船，一礼拜我拢拜一拜五啦，去标船啊！我都已经让要几个月无去标啦。啊，我唔是咧钓鱼啦，大家拢出去咧钓鱼。柯文良要招我去钓鱼钓啊！迄个做人，我拢钓鱼我不会，我只会啥标船。什么叫做标船？咔，足紧的迄个安尼吧吼。普通人船啊，拢咧走拢那诶，最船啊，那普通船啊，一般船啊，上紧拢走走25节。拢上紧啦！我吼，我迄台细台，我去啊换一台大台的摩打，迄、那个200米的摩打，吼、哦，用美国先进的摩打，啊倒来吼、哦，我通走到偌济呢？40节偌紧，恁知影无？有只有人对几节知影无？40节是差不多70几公里呢，伫海底走70几公里呢。啊！我迄有当按底下咧标啦吼、哦，我都干咧标这爽快尔咧。啊，我也袂用钓鱼啊，啊，所以我一礼拜两日，吼、哦、啊，我一礼拜两日的游泳，我一摆收1000公尺，啊，一礼拜收2摆，所以1000公尺，我这熬收的嘛吼、哦，我熬收，我走1000公尺，然后40分得都收了啦，所以啊，愈熬收愈运动愈歹啦。你若普通人要收1000公尺，母啊规身躯，赞，因为啥呢？不过规身躯，啊，我收1000公尺，凉凉啊，也无达到，也无达到运动的目的啦，哦，我人咧讲讲，你愈袂用收去运动吼，愈好，愈达到运动的效果。我讲这恁听有啦吼，虽然袂用收，但是你收40分，不过规身躯，啊，我的40分是轻松安尼呢，啊，所以我前退休了吼，不应酬，不看电视，不什么，我逐项都不哦，我。晚上9点以前，我一定睡觉。啊，九点早时3点或4点，我一定起床。我这个生活安尼过，哦，退休了，开始了这款生活呢，哦，很惬意。啊，我去引一个头路，什么头路呢？啊，我讲起来大家会笑。我有两颗孙啊啦，哈，拢查甫的啦。啊，我去甲阮查囝英公，我给你再上下课。哦，即卖都演员哦，啊拜五我使船啊以外，拢我载，哦，我就去载呢，我都载，啊免钱嘛。可是哦，我讲讲，嚯、哦，这两个哦，吃我道道呢。你们知道、台湾都有听我，有没有人不懂得台语的？嚯、哦，使船啊，吃我道道。阿公，我要骑马，啊你边呐，乖乖啊。乖乖啊，屁嘞，好，这个啊，你讲欢喜感官的嘛，迄个欢喜嘛，对吧？屁嘞嘛是多假，对吧？哦，较早你讲，啊，院长啊，开啊，特别的，哇，这就是亲情呐，哦啊，足爽快啊呢，啊，再上下课，啊，因呐要买啥，我讲不行，要买什么都你妈妈同意以后，哦，我干那一个查囡尔啦，啊，这查囡生两个查甫啦，啊，因呐要买啥，我拢唔买好伊，你妈妈同意。你个要去对，我都拢应付你较搞。你要去月亮，我应付你较搞，差不多迄款期末子啦，吼、
哎，因老母呐讲 OK， 我都嘿，我袂讲吼，我要买那个枪，啊，先生，我都去买回，我，因为吼，我早间是迄个儿童心理的吼，伊即摆是长荣大学的教授，哎，啊，所以伊教囡仔，我讲，家己教，囡仔家己教，我是咧听的呢，我是咧享受迄、那个，嘿呢，啊，所以虽然吃我道道，我也很欢喜的吼，啊，都可以啊，这个生活。这生活过两三冬呢，我感觉足惬意啦，哈，啊，足惬意。有一日，对美国有一个我的同学寄一张 mail 好啊，讲这个在圣地亚哥哈，有一张演讲哈，啊，我寄给你，你一定都爱读。我的大学同学医生寄好啊，啊，伫圣地亚哥，啊，我看，原来就是民政府一张演讲啊。啊！这个民政府的演讲哦，民政府演讲中有请一个台湾人，伫美国上出名的一个台湾人哦，要做回应啦，有无？普通演讲了，拢有一个迄个回应迄个人，啊，请伊咧回应啦，啊，请伊咧叫咧回应啦，是不是？我看来讲，一个人才会敢出来回应啦，一个人啦，我讲一个人才会敢出来回应，这是。国际上著名著名，伊是美国的院士，美国迄个中央研究院院士，搁台湾也是院士啦，吼，嘿，伊这个院士讲，伊讲啊，因老母都警告他，拢教伊讲，你甲差不多了哦，你去美国吼，恁也够小弟小妹足侪哦，你若当美国公相吼，阮伫台湾遮小弟小妹，大家拢会遭殃哦，啊，真正足遭殃呢，伊去美国。无代无志，因为伊咧做一个，伊是研究咧 genetic 精神遗传的哈。伫哈佛大学诶主任，精神科的主任教授，啊研究迄、那个，啊伊有一个儿童 Children Foundation 儿童基金会，伫三十当前的 Children Foundation 哦，台湾这条条都未定咧，都将因岛的人吼，大家拢吵，要登记，所以拢爱登记，什么啥，拢登记哦。因为伊去做迄个董事长，台湾 Children Foundation 的董事长，安尼呢，但好迄阵的调查局足厉害，嘿，因遐小弟小妹，大家拢足惨啦，拢去点油嘛。我讲，一个人才敢即摆出来，但是即摆袂要紧啦吼，迄是古早啦。伊是读迄个精神遗传以外，伊主要会出名是出名是啥呢？迄个。genetic， 你们知道基因的遗传哦，普通精神科我拢特别讲，精神科拢迄个啊吼，研究足出名啦，所以诺贝尔的迄个 paper 现在拢伊在审查啦，医学上也拢伊在审查啦，因为伊要离开哈佛大学无走，昨来圣地亚哥是一个研究中心，用加州大学跟哈佛大学伫圣地亚哥做一个研究中心，和伊遐研究员，要甲一百个拢总带转来圣地亚哥，伫遐做一个研究中心啦。啊，即场拄啊伫圣地亚哥办，啊叫伊来做，伊也讲到头头是道，我讲一箍块钱呢，我那一箍是啥呢？阮大哥啦，我讲细汉，我下一个你去做台湾 Foundation 的迄个 Chairman 董事长呢，我到调查站一日定去呢。你今日过来讲这個，伊开始偷看看安尼，刚入来当面咧讲迄啦，伊是听人请来做回应的，等到伫美国的台湾人，大家讲着伊就知影啦。庄明哲教授，咱的院士，咱的院中央就是院士了。伊所有的论文较重要，伊加我十岁嘛，但是身体也照样，一当拢登了五六摆，拢登了中央研究院，遐国章又中央研究，所有的论文拢爱伊看过。迄个资金较发达，所以伊足饱啦吼，足饱。就算美国的配牌伊上侪啦，对，我讲这个人就干起啦！是啊，那这是到底是啥？我自迄一日开始吼，接到一张批开始吼，我人跳来咧，看到底是咧讲啥？声调无林志兴、新民人啊、侯瑞言，伊遐论述吼，
我连续差不多读三礼拜，我本来九点睏的，我无眠无日呢。嘿，准啊，无去表达，无去表，我怎研究伊的研究伊的论文？研究了感觉讲，哎、欸，前高大迄个民进党啦，啊，什么台独联盟啦，啊，什么啥？大家咧研究的，我拢有小可哦，因为咱在读册人拢会聚集去看因一个贡献，因咧拢讲拢啊无理的。伊是民进党搞进，其实讲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你唔是就是中华民国对吧？哦，啊呢，我去研究咗三礼拜，试了讲，哎呀，台湾我真正存这条路呢，啊，所以我怎样跳出来？悠哉悠哉的生活，咱跳入来，这个两当前才跳入来。我有那照办的，算办的哈。啊，休困了，我有够久啊啦。啊，上帝讲叫我讲休困了，差不多啊。我三当的迄个好生活吼，啊，差不多啊，我怎跳出来？我就是安尼跳出来啦。跳出来讲啊，这都干存一条路了嘛吼。真的，实在讲，你搁较去研究，你大行理论你也看，无法条路。哦，啊，所以恁我有那中意恁吼。一当礼拜这条路哈，啊，法律哈，唔免浩大，是讲要读偌深偌深，基本的几条你了解到，哦，基本的了解哈，哦，这咱第一的，第咱第的内底有无？咱那咧上课的时阵，啊，拢有先讲遮哈，啊，有一个人就问我讲，来，恁的主张哦。是讲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恁是呢？恁的主张要安尼？恁是要不要主张讲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有人咧问啊，恁是哪个要主张安尼？这我讲，这不是咱的主张啊，这是咱伫法律来研究出来，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咱叫这个咧啦，无伊甲我讲啊，你的主张的台湾独立的国家就好啊，遐行会通未？未通。研究到这呢，只有就是春节呢，天皇保佑啊，所以讲日食美战，咱是唔是咱主张安尼呢？是咱去研究到这呢啦。搁过来台湾独立什么些问题？遐无迄个条约，无迄个啥会当写着？台湾独立的代志啦，哦，有可能，我只在是先讲台先，有可能别日啊，台湾的主题，爱主题是啥？看日本小将的邦联嘛，哦，那阵迄个大英国协，大英国协有几个邦联？63个啦，啊，你想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啥？迄种是邦联呐，哦。那种是邦联，有可能，那是最后无得靠到尾跟日本做邦联。啊，国家上帝特别照顾日本天皇，台下主笔讲台湾让你独立，那时候也可以独立呢。但是现在那个都是不行的路途中，可是不行的路途中，咱也一步一步行，无得靠到时。咱拄袂到，咱的子孙，咱一直咧讲，就是要让咱的子孙有一个好的土地，当自由自在的在这里生活，对不？咱大家目标就是安尼嘛，吼，嗯，哦，对吧？哦，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这一辈可能没有办法了。啊，咱过去的国民党教育的60几当来，那阵贵博士上课了诶，哦，伊讲，你咧头壳上戴一堆屎，啊，真正呀。遐拢堆一堆屎啊！甲咱过去教育个，拢一堆屎滴咧。啊，遮屎要去除哦，就无简单，就无简单。慢慢来，恁已经踏入第一步啦，要来清除遮头脑中的大便哦。真正咧，伊咧讲我足够甲咪讲，这个咱这个迄个委员长吼，伊是迄个政治局的委员长，啊，我是事务局的委员长啦哈。这些都要去除，伊个教育都唔对了哈。哦，啊，咱来，咱伫咧上课啊，拢有，咱有伫地方政府，去地方政府咧参加迄人家唱，捌去地方政府咧，哦，啊去拢都爱唱三条歌对吧？哦，啊第一条，
咱那从开始开播嘛是有有唱嘛，唱三条歌，这条是咱的临时国歌，哦，临时国歌了哈。啊，这条在写啥？出来就记在写啥？就是那时候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伫埃及被奴隶啊，伊住伫埃及内底，和埃及要做奴隶啦，哦，啊，上帝引出因出来。啊，咱用这条讲，哎、欸，这条诶，迄、那个迄看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差不多嘛，差不多。来，咱来看这个，咱逐摆咧嘿哦，咱逐摆咧唱这歌啊，反调，有人甲问讲啊，是什么意思？即摆就是要大家知影讲，这个意思是咧讲啥啦吼？这个埃及的国歌，咱咧唱，咱咧唱，哦，啊，咱即摆等于国州咧唱，你就知影这条歌咧讲啥？讲，这是我的土地。This land is mine， 哈，都从这开始了哈。上帝给我了这土地，给我了这勇敢黄金般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的平原上，我看到了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我干嘛作祟？咱的子孙会当安尼，伫这个自由的土地安尼安尼奔跑，哦，这，哦，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土地。带领我行遍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家人是边关人，我要伫，但是只有你伫我身躯边带领我，我知影我会变较足坚强，将这个土地变成港，台湾这个土地变咱的港，哦，这个出来经济在讲啥？如果咱需要战斗，哦，我们需要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那你当到台湾，把你老公，我咱的子孙安尼安尼安尼，真快乐，真安慰。这条就是咧讲啊，因为上帝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去迦南地，要建立新的国家，因有这个希望。啊，所以咱今嘛是这个有这个希望，讲安那怎样建立咱家己。家己一个可爱的家乡，属地，咱 people of Taiwan 的哈，哎、哦欸，这是这就是这个这条歌了哈、哦。好来，啊，第二条，唱这个《启明加油》，这个，咱现在开始唱这条，因为咱是日本天皇的先，臣民，哎、欸。我咱大家当长上一日尔，我可能也足了解安尼。咱是臣民呢，因日本人进时国民，是安尼还是国民？因去麦阿萨个改迄个明治宪法，明治宪法的下卡咱是臣民，伊改做日本宪法，因变国民。哦，啊，所以以后呢，国家迄个什么北方四岛现在迄拢爱靠咱臣民去讨呢。日本无在调人，因为。因为子民吼，因为古今山河内底是写因四地岛尔，对北海道，像因四地尔，因顶面遐日本政府无迄、那个伫国际法内底因无管呢，迄、那个管伫底，在我们大家的身上呢，哎，事实将来发展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个日本三十二里哦，这三十二里全世界上底。诶，国家不是上帝了，理想者了。全世界上帝的国家对一个你敢知影？有人知影无？上帝，上帝，十八秒。好、哦，这是地形了，我大概做参考者。乌干达，乌干达哦，伊十八秒呢，都唱了。啊，你若要唱乌干达国歌哦，你若电台要播放哦，爱去甲乌干达拿钱。嗯，伊有版权，伊无准人个，伊有版权哦。伊真正，你要甲你若咱当家咧讲袂要紧哦。你若是国家电台还是什么啥哦，要甲用乌干达国歌十八秒，爱拿伊个版权哦。乌干达十八秒，啊，这日本这记录是三十二字啦，哈、哦，三十二个字，啊、哦。咱拢有咧唱啦吼，啊，咱有哪唱？有哪了解的意思？第一条埃及的哦，出来入记，就是咧讲咱边那迄个土地。啊，这条是咱的母国，咱的母国内底的这个
看第一代、千代、八千代、四十成员、青苔生，安尼念了哈。啊，这是三十二字啦。日本国歌，起名个药啊，吼、哦、这无多，这其他干那卡达啦，唔捌过诶。我拄啊，刚好个进前一当，阮无读着啊。啊，因为阮是病院吼，所以不是拢讲日本话啊，所以日本话小较知影。啊，哎呦，我唔捌咧。他不认识我啦，唔是我唔捌你啊，我唔捌啦，因为我无读着咧。啊，你比如内底吼，拢会讲日本话啦，吼、哦，医生咧教完啦，创啥拢会讲。好来，啊，过来一个换美国啦哦，第三条美国哦吼。好来，我用中文来讲较紧啦。讲你看起有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话，随着阔条明星冒着一夜炮火，依然在我心。嘿，就是美国要独立的时阵，跟英国咧战争，啊，因去旗啊，迄阵就美国旗迄个五星旗，迄个挑旗就起来了。归岸碰碰球，他们英国怕来怕去碰碰球。隔天早上起来，还是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那边呢。哦，因刚刚去的，啊，你足爽的，迄个，你看，国旗安然无恙，虽然炸弹仗轰轰作响，你看新条旗不是还高高的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大家拢在强调这个了。自由的家乡，哦，美国要独立嘛，是要要求这个独立的家乡啊，哈、哦，美国可能要求这独立的家乡。啊，加个一条，您看这写啥？台湾啥？台湾日属美战曲，咱有这条歌呢，可是拢无推行。这条歌是一个咱驻日的代表，驻德的代表，就是黑人，这个。这条、个、是梁海伦，梁海伦，哎，唔知捌人捌人知影这个人无？梁海伦你捌啦吼？哎，伊吼，他妈足早就熟悉是安那呢？这种人足听台，足爱听台湾的。那即款，这个爱跟这个听无相共款呢？哎，江泽民们爱台湾，可是他不听台湾。吼、哦，真正啊，咱是为台湾，你听台湾的。因是咧爱台湾的物件，啥啥，咱是咧听。这里我感觉足强调咱台湾话，这句听，咱是在咧听台湾这句。你若用爱，解释袂啥清楚。听台湾，我有一颗听台湾的心，哦，这个是正港的 people of Taiwan 的精神啦，吼、哦，哎，听台湾。这条歌，哇，落长，伊差不多伫今年。进八月，伊二月孙，二月啊三月，一折，写台湾日食美战曲，是迄、那个哦，这梁海伦啦吼，啊，这个吴家修吼，吴家修是咱哦，这个少年，咱这个少年的吼，有闹去美国，咧翕相去咧，一个短短迄个，哦，迄个足有天分，啊，这除一折啦，咱来读一下来。来，这位他南岛史前，我用台湾话，这台湾话，南岛史前发源，无发源呢，地名叫佛摩萨美丽岛，哦，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邦人子弟出头天，我过来感谢上天，安那来感谢啥呢？赐咱昔日照风局，昔日日本国旗的昔日照风局，吼、哦，迄、那个日本的国徽是甚物？菊花哦，唔是樱花哦，咱大家拢误会讲是樱花，不对哦，是菊花哦，吼、哦。昔日照风局，啊，过来感谢上天，挺咱白青。应用诶，方言影美军啦、啊，哦，咱美军因日本人拢写美嘛，美国古啊，哦，唔是写水哦，写迄个美有啊，哦，拢写美国古时即个美啦，哈、哦，哦，美军啦、啊，啊来，坚心勇敢站起来，
创造咱的新台湾，哦，伊一月三十日做的啦，啊，二月初伊拄啊登来台湾，啊，阮伫台南有见着，啊，伊送我啦，吼，送我叫我讲，看那遐，我咧讲，诶，啊，即卖有一挂叛变的遐吼，人拢讲唔是历史啦，吼，啊，这条历史的吼，才是倒来来，我咧个秘书长建议讲，这条无得较倒来来，倒来来小夸小夸安那安那个。就好听呢，那嘿，我无我唱者，各位听者看未？嗯，咱都是中华人，地名叫佛摩萨弥勒多，我帮吞大西过去。今日帮人子弟出头天，啊，即摆过来哦，迄七点七点的叫做 start cut， 爱停咧停咧，感谢上主，使咱昔日就丰足，感谢上天，天咱百姓仍未困，更新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代。哇！这个，咱来发挥啦吼！后日食，后美赞哦！这真正，这我是感觉这条足好啦吼！会当安尼，咱都拢也未印出来啊！这是今年这个黑人，伊是安那开，我开熟悉呢。伊有那足听台湾，啊，我特当咧带去日内瓦，我特当拢带，我带六七当人呢去日内瓦，迄、那个买 WHO。哦，要入来个招啊！台湾的代表、美国的代表、澳洲的代表，伊拢是澳洲的代表，有来参加。啊，我也未去以前吼，因讲啊，伊是欧贝，什么是欧贝呢？都涂新泽，伊拢举起牌啊，抗议，啊，都规定人啊，都抗议。啊，伊阵拢无坐个嘛吼，伊阵拢十几个尔，啊，都去联合国个总部、日内瓦总部头前，吼、哦、抗议，啊，举牌啊，他们。一早起，哎呀，一早起呢，吼、哦，足艰苦呢。早起，我第一当起讲，啊，你讲什么？是人敢那抗议，也无啥人要来。我过一当发动讲，平，只要人要对我起的人吼，我带你来澳洲旅游，钱家己出，头下三日来日内瓦工会。哦，安尼啊，啊，出呢，他家己出钱啊。哦，我带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六七十个。啊，六七十个吼，我会唱歌的来，未唱歌的以后较来。哎、啊，阿哥啥？乐器炸嘞！哦啊，迄、那个吉他啦，管风琴啦，什么迄个啥？迄、那个管风，迄、那个风琴啦，乐器也拢炸去。吼、哦，去到的，迄一日早起，都底下排队，迄日下晡要几月？一直早起，我就去排队，迄、那个。透早都要去拜迄个彭金正啦，我无爱讲遐啦，即摆无要用拜啦，啊，我去拜有，拢拜有，中国诶，迄个学生、留学生拢会去，遐甲阮唱我还是阮无够，咱200-300个咧，会去美国个诶医生也有去，啊，澳洲个医生也有来，啊，搁台湾，阮遮着七八十个啦，啊，搁卫生署出来，署长啦，啥人去，伊嘛二三十个。啊，即摆，然后记者来开始唱，阮有连续侪歌嘛，台湾转胜利，台湾转胜利，即款歌嘛吼，啊是麦克阿瑟迄个 I Shall Return， 有无？哦，麦克阿瑟要伫菲律宾造一间工，要唱有一条讲我将回来，哦，迄个歌阮拢连甲写，哦，记者来唱来。哦，我都规定，我只有安尼三四百个，唱啦。啊，即摆我记者啊，无啦，大家休困，记者拢走啊，休一大久啊，哦，这个确定啊，有个记者过来，搁笑。即款我带队吼，前摆我来上课的时候，有一个讲啊，庄院长，我就是对你去对几年对你去迄个底下咧唱歌迄个啦，我会认你对，因为台湾的两国客以后派人来参加三四十个啦，所以浩浩荡荡，所以我底下熟悉这个黑人，哈。
哦，啊，这条是台湾最亲哦，这条是伊个长老教会拢用这条来做，哦，拢用这条嘛吼。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最亲。咋将受我帮通知，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座军兵顶三叶座，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讲现在连，即卖伫张乐辉内底那咧唱迄个爱国歌曲吼，唔是爱国歌曲，爱台湾歌曲，拢会唱这条。啊，这条是迄个迄做啦，迄个萧泰仁吼。啊，伊个作者是不，伊个迄词个是邓丽的牧师啦。啊，这两个拢感觉超好。萧泰仁去年回来的时候，阮有做伙。啊，萧泰仁进无多啊啦，进入美国个加护病房，伊。一波喘气了，声拢未声死。啊，这拢我中中的好友啦，所以我做总会长，因来拢来，大家拜访。啊，郑而已，我有较嫌啦，讲别日啊，你若要做台湾国光，我改一下。这条吼，水是水吼，足歹，足歹迄个，嘿啦，伊讲以后较百姓，啊，都留言一二十档了嘛。我讲一个让你听。太平洋西南海边，平康音边，你两个用西南啊，边无足响亮，边，边你较袂遐灵嘿。美丽的台湾最亲，啊，边无足好吼，所以我讲。欸，老兄，欸，脾气足歹，但是伊足固执，啊，折善固执了，伊也毋是乌白歹脾气的。郑和义牧师进台湾的国宝，张了教会内底牧师，伊一个上算国宝级的牧师啦。郑和义，伊讲我以后会注意，会注意。伊讲你做这個，你平平吼，好听是好听啊，可是可能是我唱得不好了。那高唱嘛，等会当变啊，足好啦！啊，我变袂好啦，我唱歌我算普通啦，我那袂讲偌含慢啦，普通尔啦，啊，唔是足高，但是我感觉要表现那个作风哦，表现不出来了哈。系啦，我今天发力讲了，我用小酒啦，袂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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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台湾国歌是什么？这简单来讲，就是讲哦，这个英国的国歌哦，英国的国歌就是咧讲这主要英国啊，大英国些啦，63个吼。加拿大，吼，伊这情况啦，吼，伊就是伊个军容嘛是拢系啊，嘛是拢是由英国君主兼任啊，伊个加拿大军容啊，吼，就是目前是1324啊，哦，啊来澳大利亚嘛是啊，因本来要独立啊和解啊嘛是个，哦，迄个澳洲啦，嘛是个有哪一个用日本做，用迄个英国做伊个，要甲和解讲要独立啊公投无过啦，吼，啊来。这个是澳大利亚，哦，因主要拢是啥呢？我要写这个就是讲哦，因拢有写啥呢？邦联，主要邦联。我写这个就是要让各位有这个才华哈，以后要做台湾国歌哈，你都唔免得个叫都叫人个方式，咱就是邦联嘛，咱就是邦联。啊，你看边啊，自由国家这上要紧呀，因他讲嘛，他讲嘛只。他讲嘛，要自由啦，要什么啥？哦，我们自由年轻什么啥？大家都是拢讲自由啦。啊，纽西兰，因是用迄个毛利族哈，因毛利族，因有毛利族的话，啊，含有迄个英语的话，哎，伊他讲嘛是，在主宰这个国家的，那啥，哦，自由。愿上帝保佑咱自由的一境，吼、哦，混乱什么啥，拢爱自由嘛，自由平等，这个国家，大家的国歌拢安尼啦。我写这个是要让恁有，恁等于讲亲朋戚友，若有啥物对这个音乐较黑的吼，小太人无法度啦，
我做伊讲，佫做一条，伊讲他没有办法啦，伊拢伫到病房做袂出来啊。哦，我讲哎呦，啊你要去以前，着做一条啊，真正老，我真正我安尼甲讲个，我要去诶，台湾永远的国歌，你有没有做一条？伊讲这个要让给别人了，他没有。啊，萧大人，你国粹足情的呢？哦，你都知影伊个迄个交响乐啦，伊个什么足情？伊讲伊无法度啦，啊，就唔忙讲咱较侪个人吼。迄、那个，咱即卖吼，咱即卖是怎啊？初级班尔吼，啊初级班了吼，还佫有一个高级班啦。啊，咱对时都有讲个，有高级班了，就是要做研究的老啊。哦，恁知影吼？咱伫这内底讲，咱六个听有啦，就是要做老啊啦吼，因为咱是先行者。啊，遮人吼，拢有经过高级班啦。啊，高级编了吼，阮来照伊个意向吼，去甲编，去甲编，伊把你带来职务，哎、欸，职务偌济你敢知影？迄饭店要接，真若讲明仔载要叫咱接吼，我导航，想袂去接，哎，紧混人，纯粹吼，你看，刚刚一个迄、那个，刚一个迄、那个，迄、那个事务局啦吼，也内阁偌济呢？内阁本部啊、哦，啊什么内阁官房，哦，啊什么人事考前的国际事务啦，啊文科省这把你来教育部长蒋维文成大的教授，啊个一个我的老师陈楷模啦吼，这雷公，这我来做建议，这陈。哦，这雷公哦，陈楷模，那伊也唔捌这个人是袂话啦哈。陈楷模，台大外科教授，哎，这个也是做咱的迄、那个，别日啦，别哦啊林丽荣啦，这拢足出名的医生啦吼。伊家要做啥呢？后生劳动省啦哈，啊个足侪，反正恁呐有来参加，哎，这表面的，伫咱的官网内底吼，迄个官网内底就拢有啊，哦，啊恁呐参加高级班。你若参加高级班了吼，这支搞起来，这支不停。你若参加高级班了吼，阮就我记得八个。阮就会主动通知恁去各州，啊，甲恁看你的志趣，看你是爱迪的什么国土交通保护局啦，啊是什么迄个法务省啦吼，啊是为吼。阮拢会甲你编啦吼，就是讲你要去法制局啦吼，哦阿元，刚上课了，明仔载开始上，真，吼、哦，嘿，阿妇女总嘞要参加妇女会啥嘞，啊什么基本法，什么啥，足侪职位啦，哎呦，实是有影，迄、那个拢无够人啦，啊，高级班受训了，阮就会主动催你，讲你来，你的兴趣伫底，啊，阮会做迄个性向调查。你要爱心啥？啊，你有下无？啥？阮来做些，这拢是性向调查了编入来啦。哎，啊，有一个政治局，还有一个事务局，啊，佫有一个政治局啦吼。哦，需要的人足侪啦，工课要做足侪。啊，需要咱今仔呐初级班吼了吼，希望会当紧来高级班，当来储备遮人才，会当赶紧把你那民政务成立的时阵，咱就有人当起啦。哎，无你甲看遐侪好势。想要去，无人去管啊！咱吼，咱到时的政策是安那吼，比如讲，迄、那个中央银行，咱三四个去接管，遐大头啊，甲摕过来，剩下遐旧员拢甲保留咧。咱要创啥？咱要创啥？拢人来管。当时陈仪带下来，国校无就业在咧做校长咧，敢无？哦，国校无就业在咧做校长，咱去到底。机关的人无要甲切掉，遐公务员人来照常，咱去照咱的政策、华语政策来去甲编啊，来甲大头的换换来尔，所以呢，照常执行。所以这工课吼，我反正也听着讲，哦，愈紧吼，我心肝就愈凉呢。啊，原来无可能，遐紧接袂起来了吼。哦，啊，这就是个迄个政治局啦，吼、哦，个政治局，来啦。等下要讲呢，等下要讲呢，
台湾不是国家。我想哦，今日我给陈志达哥到迄个十二点啦吼，哎、哦，给陈志达哥，无法律讲未了吼，有人未使，今日主要要讲法律的吼、哦。来，台湾不是国家，根本真正不是国家。香港哎，鲍威尔在2004年在北京的迄个记者会就讲啊，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呢、哦，好、哦，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俺多加一点在讲 TRA 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了哦，哦，来，只记得美国的国内法来对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现在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美国吼，伊进都无要甲你用中华民国哦。伊，我等下我讲中华民国伫世界上吼，伫美国嘅迄日顶内底消失啊。我等下用迄、那个你要去美国，要去迄个网站要去签证嘅时阵，中华民国无去啊呢，好死无去啊！你若有写迄、那个。有去试着，我等下叫恁安怎试着，恁等下家己试着去上网。中华民国无去呢？你表内底，美国个表内底，无好死呢？嘿，拢无好死啦吼！来，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台湾不享有主权，为什么？来，伫几当前，即、這个我较熟悉，就是讲，伫两当前的迄个 WHO， 迄我退休了，我就无去啊啦吼。这个 Catherine 吼，就是美国的卫生部长。你们看这卫生部长查某呢，伊这捌做过州长呢，啊，才对一州的州长，他过来做卫生部长啊。伊讲啊，说明我们已经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之权利。联合国无一个人会当决定台湾的地位哦，伊咧讲是讲啥？伊无讲出来呢？哎，旧金山23条写啥？恁爸咧管的啦？有影、啊，就是我美国咧管的啊！恁什么人会加讲的？国际法内底就是安尼啊！恁联合国什么人都袂当？哦，这边跟恁讲，我来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的？嗯，秘书长，我跟你讲过了。台湾是住在台湾的人的，对不对？不对，你拢怎样？唔怎样？亚秋讲哦哦，唔是台湾，唔是住在台湾的，唔是住在台湾的人诶。哦，台湾来。哦，我哋这是台南的，这张是台南演讲的。我迄一礼拜五，我去台南饭店演讲，甲迄个胡伦社演讲。我讲来。台南饭店是到底台南饭店人个，大家嘛知影。我讲啊，你店面一条讲是，大家拢讲是呢。店面一条啦，店面一条，大家嘛讲是。台湾是到底台湾人个，你看唔是？啊，讲国民个这条，诶、欸，啊，咱这个台南饭店是啥个？我那个店长个，我个好朋友，我讲啊，这你敢到底阿个伊个唔是嘞？大家都知影店长个嘞，迄姓郑啦，郑王英健，郑王贵新来王英健嘞，你看啦。啊，伊咧看，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伊咧看伊经济无好，伊咪当旁人对无？啊，主管无好人，干那方旁归当有无？冇迄落安尼个，吼、哦，这是，啊、来，台南饭店所有权、经营权拢无伫你大酒店嘛？啊，伊个所有权就对，台湾的所有权就对，伫你个管理权就对，咱即卖知影啦，即、這个是伫对，天龙，啊，即、這个咧，你。第一个管辖权是美国啊，旧金山23条写较明楚。我这边在甲恁整理法律哦，这法律恁一条都要安尼整理好势啊。要找这个台湾的这个诶，迄个所有权证啥？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感情用事，都要经过法律，啊是国际条约。那感情用事哦，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哦，这个算故啊，哦，台湾是咱的，不讲个，迄种感情用事，无叫法律在行，爱叫法律，你法律是对，
台湾是台湾人的立法立体，爱出来啊！不要只用感情因事及政治语言的，哦，台湾人的啊，是不是？哦，有哦，是不是？他们画个，你结果所有管理队，那画送的啦。迄、那个，我也未找到迄、那个罗荣光牧师的，罗荣光牧师今年来负责迄、那个。迄个加入联合国的迄、那个，迄个做新会，你来知无？哎，啊，都唔是国家，你干哪要去？这个要去啊？特当要去啊？了钱去啊？加入？可是他还有这个、啊，还用不完呢、啊，他不会数啊。哦，啊，你会当加入联合国？那时我咧带队去了不 HO， 我即摆醒起来啊！我讲，笑诶。当面都都唔是国家，你当面在笑。啊，纯正啊，要加入边个讲？啊，你唔是国家，你要哪加入嘞？哦，对不？咱即摆来上课，啊，小可就知影啦，吼。啊，尤其是独派，啊，姚家文讲，吼、哦，这诈骗集团来害我迄、那个，害我迄、那个，迄、那个台独联盟一直要死去啊！伊个乐观拢无去啊！伊讲吼，这诈骗集团哦，吼、哦、来啊，拢讲遐有诶无诶哦，要害台湾独立要死啦，啥？当然你爱死啊！你都夹唔到房间，你迄脱袂出去啦，哦，讲安尼，讲到遮你就知影，所以伫中央教会，我拄好迄阵仔，我去日本无伫咧，教会公布有出一篇姚嘉文写迄、那个，甲写甲足大篇，写讲是咧，即诈骗集团啥物啥，无爱无遮个代志啊，伊就是啥，伊即要无去啊啦，啊伊个法律也无去，无去六十几档啦，伊到今拢无路通走啊，来。这两字我搁特别搁爱搁强调一摆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天差地的代志哈。People on Taiwan， 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咧讲对面的咧，对不？旧金山合约，你讲台湾是咧讲 People of Taiwan， 你讲咱台湾人哦，哦，这分得清楚哈。On 跟 Off， 虽然咱差小块呢，一个 O F， 一个 O N， 差一个 N 跟 F 呢。天差地啊，哦 ，People of Taiwan， 啊 ，They are people on Taiwan， 马英九啦，现在来带你家的拢 people on Taiwan。来，这简单讲啦吼，咱古早读的拢是啥？迄、那个清朝上哦，清朝上哦，迄啦吼，清朝上哦，迄个日本，哦，咱读的迄个《马关条约》拢是安尼啦，啊，事实上呢。事实上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呢，哦，皇帝对皇帝，这土地所有权是天皇的啦，啊，清朝是清朝皇帝的啦，啊，下卡的政务是伊来委托，那是讲我当时长，我拜托你做总经理，总经理你唔是这个主管呐、啊，我吼、哦、用咱简单讲就较知影，这是拢皇帝的土地啊。好来，啊，这个公投1895年4月17日吼，按咱公投，他讲嘛是讲这个大清国的皇帝啊，所以咱即摆来遮就知影讲，唔是讲咱讲给日本啊，日本政府是一个那阵总理呢，总经理啦，啊，迄、那个所有权是像天皇啦，哦，当首长才是所有权啦，哦，好来啊，迄、那个。三个所在挂给日本啦吼，来三个所在是对，辽东半岛、台湾、澎湖挂三个所在，这个是迄个 colony， 是迄个殖民地对吧？台湾是殖民地，所以会使挂入未？可以，澎湖会使未？诶，这个咧，辽东半岛是清朝。神固有，哎、欸，是神圣不？没有那个，是哦，迄念不足长的呢。反正哦，伫国际条约内底是写讲 territory 呢，领土呢啦。啊，咱就加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领土，哦，哎、欸，迄种加的啦，迄种加。事实是土地分作 territory， 啊，含 colony， 哦，啊，搁一个是，下骹搁一个台湾迄阵也毋是 colony 呢，也搁是拓殖地的。哎、欸，咱两个知影这两个都。territory 未当割让 ，colony 殖民地也当割让。好来，
这个牵涉到，这个袂当割让嘛吼、哦，啊，所以，哎，人迄、那个伊也有良心嘞，伊讲，反正两年内吼、哦，那住伫台湾的人吼、哦，要两栋嘞，也会当转去中国，吼、哦，袂来转去中国，啊，听伊讲有啦，千外人袂转去，到尾个七八百人个转来，去转去遐个袂生活人啦，吼、哦，转去中国，啊个，你着转去是啥？个转来是啥？变作你不能成名啦、啊。哦、啊，这是万贯条约，一条一条了哈。好、哦、来，拢总万贯条约十一条了哈。好、哦、来，啊，底下就是咧讲辽东半岛，咱拢知影，辽东半岛袂当割让啊，啊，所以伊就搁赔啊，伊搁赔三千万呐、啊，你清朝搁赔三千万，为着这个辽南条约。伊辽东半岛行伊，啊，迄个清朝个三千万吼，吼日本，啊，日本佮将这三千万去起伊在呢，迄历史记载下去指，捡到来个古，捡到，惊到地灾，就是利用这条三千万去起的，哦。好来，佮复习一下，土地有两种，一种是克罗尼，采可贝尔第二种是克里托里。不可被割让哈，固有领土是不是神圣不可啊？哦，迄阵台湾安尼咧啦，即我免讲，即秘书长拢有讲过啦哈。啊，日本人足可黑啦哈。伊1895吼，占台湾是干那迄牛啊，迄个头嘛，迄个地呢，后山遮拢无呢。伊靠20吨甲去征服遐迄个高沙族呢，迄个20吨甲征服了呢。1895到1995到20吨，伊去征服遐啦吼。啊来，啊个这点要紧啦。即、這个咱伫迄个苏联上伫美国发表的吼、那個，有那是咧讲，台湾是已经是迄个去殖民化了、哦，是变作 territory 了、哦。伊是安那 territory， 伊对37年到45年，伊就变作 territory 是安那呢？伊做繁民化啊，甲你教育啊，名甲你改啊，我嘛是日本名，啊，搁改了搁改转来啊，我嘛是日本名，哦，我迄阵嘛是叫做啊，要死了啦，什么啥啦安尼，我是昭和16年出世的啦，哈、哦，昭和16，小个刘六年，啊你，哦你刘，哦你姓梁的，嘿，哎，我拢日本人啊，细时阵就是日本人来，搁用20吨繁民化啦。就是爱有繁明化，较袂当讲袂定袂，你就讲啊，明仔载去繁明化，台湾就变色只。迄世界公法有规定嘞。你敢知影北海道？古早也是殖民地呢。日本嘛是用这个照国际法来个繁明化了，啊，佮变色日本的领土呢。哦，北海道你敢唔去讲啥？伊拢有照国际法啦，吼、哦。好来，啊，这四月初啦，较开始。教书实行伫台湾啦吼，啊，才有参政权啦吼，参政权，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好来，啊，今麦讲到这个开罗宣言吼，开罗宣言吼，你看伊这，中国啊用这个啥，敢偷诶？台湾敢是甲中国偷的？无啊！他妈关条约明明写啊清清楚楚的，那个是偷的。国际条约写的呢，台湾和日本天皇呢，伊甲你写讲偷的，你也无法理啦，哦。来，即我引一个例，就是讲哦，伫开罗宣言内底哦，有足侪条写的吼，拢是写，到尾拢无实施。比如讲，琉球。迄阵蒋介石讲好，中美共管，讲中美共管，但是以后旧金山下水变成啥？美国单独管理啊，无和中美共管呢？哦，啊，讲台湾要行，要让中国有无？旧金山有无？没有啊，拢无叫要开罗宣言是一个 declaration。咱讲讲的吼，明仔载。因家变咱个，
可以啊，我玩两个给他有先言呢、啊，明天你家就是我的。你怎么样呢？安尼呢？差不多先言者是这款呢，哦。啊，德黑兰这讲的各位等了，德黑兰会议就是跟开罗会议同款，啊，因为迄个斯大林无爱跟蒋介石做伙开会，啊，所以让蒋介石先来开了。所以开罗宣言，恁个看讲开罗宣言是按反条写讲十二月这生效，就是推这来。伊就开罗宣言到十二月二六开了，十二月二七，伫德黑兰阁开一个会，蒋介石个换条换斯大林来，啊，讲遐内容阁讲，啊，所以开罗宣言变作十二月七，就是推这来啦。啊，这是德黑兰会议内底，德黑兰哈，啊，这都无法度啦。好啦，波茨坦哦，波茨坦宣言哦，哦，咱一个印象，咱拢唔知哦，咱知开罗宣言就是咧讲啥？喂，波茨坦宣言是咧讲啥呢？咱印象大概知影一下。波茨坦宣言叫我去理解哦，十几条哦，十三条内底哦，刚刚第八条写着讲啥呢？要实践迄个开罗宣言，要实践开罗宣言，是啊，不，是第八条啦。有写着讲要实践开罗宣言，剩下第一条到十三条拢写下来呢。来，你日本，你若跟导航，我迄个经济后你啊人啊，互你转去，兵啊伫外国啊，互你转去。啊，你日本你天皇要调好，啊经济工作啥，我拢互你。你若唔，我要互你存德国安尼。啊，迄阵德国导航了嘛？德国五坐过导航了，哦，哎，啊，波茨坦宣言就是咧甲日本。坚果啦，讲你若叫我咧导航，我予你最优惠的条件，哦，啊到尾有无？到尾本田拢有惊着啊！啊来，八月七六一粒，啊八月七九搁一粒，啊这个较食啦，八月七八，迄阵日本跟苏联还阁友好条约咧，苏联这款阿爸的吼，就是还阁友好条约，伊嘛较深层嘞。你不能惊着，头啊！你看德国小姐的时候，你看你不能啊！哎、欸，咱两个友好啊，你后边卖家黑啊！啊，就算是德国导航你来，给你抢了啊！你是惊啊！啊，所以，叫苏联佫抢了，伊惊着。啊，是安那？东北开很紧了去。东北迄阵有关东军作用的大敌啊！啊，是安那？开一大股啊，八月七八叫苏联不让一个死了了。迄阵判断错误，迄阵哦，关东军长移动来台湾，想讲哦，美国要对台湾登陆，唔知到时对迄个琉球登陆啊，啊遐军队用的拢调转来台湾呢，阮细汉就知影，我四五岁啊，台湾内底阮伫台南，内底拢军队拢关东军呢，关东军迄阵偌用呢，啊是安那？我计问讲，啊是安那？介用关东军拢一挂日本的流氓。流氓啊，迄个地痞啦，造成的，所以作用啊。关东军调转来台湾，说要跟美国要下，我英雄无用之地，安尼的，关东军拢伫台湾啦。好啦，时间到啊，我看遮有一段，哦，来，一分钟得，一般命令哦，即个麦克说一般命令哦。是安那，咱台湾个朋友安尼啦吼。一般命令第一条是咧写讲哦，什么人去舰队，什么人去舰队安尼啦。啊，第一条命令哦，写啥呢？来，中国啦、台湾啦、北越，是哦，蒋介石来占的呢，唔是来占呢，来接受日军的投降的。这讲个叫就是接受日军的投降哦，哦，满洲都啊，满洲。命令互相呢，和苏联呢，满洲跟北韩，和迄个苏联占的，唔是占的，可以接受迄、那个。啊，剩的啦，什么岛屿啦，什么啥啦，都有一大堆啦吼。哦，啊，台湾人叫占的，咱唔走。啊，咱十月二五，盟军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一直被蒙骗的光复节。光复节，啊，过当一月十二，一张官文都甲你讲啊，你拢，你是中国人，
公文哦，一张公文就讲一月十二哦，啊四五年台湾四两年一月十二，就一张公文叫你变作中国人啊！伫世界公法内底会当安尼未？世界公法内底国籍的变更，迄、那个自动意愿合法，你敢有？咱那时候拢无嘛吼？哦，咱也唔知即个代志啦。我靠！啊，伊就直接甲你明明讲，你变作中国人，拢违反世界公法啦。啊，即、這个吼、哦，英国后出来抗议，美国后出来抗议，抗议三摆，讲你袂当安尼啦，你袂当一张公文都敢变作讲变作中国人啦。你看我勇敢拍开，就按那呢，跟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者其他政策条约后，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统治，英国政府却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哦。迄、那个有出来抗议哦，英国也出来抗议三摆，美国也抗议三摆，无效啊。伊就跟你讲，临时措施。伊讲临时措施真正讲的，我管台湾是用这是临时措施，以后还阁改，以后都以后咧。啊，这我就无必要讲了，因为这吼、哦，当时用来迄、那个跟战争法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啥呢？应该对白，都有一个军事政府对不？吼、哦，啊有一个民政府对不？伊的军事政府对，警备总部嘛，啊伊的民事政府嘞，台湾公迄、那个什么长官公署啊，啊这个台湾长官公署吼、哦，叫国际法律都要台湾人来做呢，唔是单一呢，伊这就违反国际法的啦。伊无台湾人去做这个台湾迄个长官公署的迄个头家，那阵咱即摆人台湾民政府出来了，哦，所内上入来做主席安尼，伊当时就拢无照国际法的了吼、哦。啊，即、這个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咱即摆来讲的 China MG， 咱即摆来讲啥 ？US MG， 你听好无 ？US 美国，因当时即个就是 China MG 啦，中国的迄个军事政府 MG。Military government， 哈、哦。我想我只，我搁一点应该要各位知影吼。这个来，这个所在，恁若当观察吼，台湾吼、哦，这个伫美国个内底吼 ，ROC 已经无去啊，吼、哦，给了两分钟个啦吼。我讲这个，我倒位小可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伊当时吼、哦。这个美国，这个1979吼，伊头啊唔着用迄个麦克阿瑟迄个伊来占领嘛吼，啊所以伊合法啦。啊到美国承认中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伊就无法干啦。啊，佮用一个台湾关系法来做台湾当局，你要注意哦。这个伊无写讲迄个 ROC 啥哦，伊写讲台湾 authority 哦。不再称为中华民国。美国从这个1979跟中国建交了，伊唔捌称讲你是 ROC 哦，伊讲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尔。哦，啊，最近佫变大啦，台湾治理当局呐，佫无去啊，安那无去？台湾关系法哦，无包括金门马祖啦吼，金门马祖是中国个啦吼，跟这无关系。我即摆要找迄个，哦，这拢知影啦吼。伫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个旧金山合约内底，无讲到台湾这块土地都爱予什么人啦？第二条个咪写讲放弃主权权利，但乃是有主权义务。你知影美日安保条约？有包括对台湾呢？行啊，行啊！日本有包括台湾，伊啊，可是有迄个主权义务啊！伊对台湾、日本有主权义务，所以日美安保条约是包含到台湾，到台湾金门马祖有包含无？无哦，这都知影啦吼。啊，来二三条，写着讲，我一直咧强调这条，你来写二三条。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这较要紧，这都爱知影人人咧讲着，是安那个美国的旧金山约写个明白白啦。哎呀，好，我这拢卖讲啦。来，什么叫做
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九月初二这个时点，原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号的叫做 People of 台湾吼，迄个叫啥？伫九月初二以前呢，啊，含伊的后代，拢叫做 People of 台湾。啊，来，咱，比如说我讲 Chinese 台北哦，哦 ，Chinese 台北是安那嘿 ，Chinese 台北中加无去嘛 ，Government。Exile 是流亡的意思哈，日本话读作 exile 哈，啊，正式英语爱读作 exile。哦，中国台北 Chinese 台北，实在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啊，咱就讲哦 ，Chinese 台北输了 ，Chinese 台北，咱拢唔知讲迄是咧讲流亡政府呢。哦，那你心肝来讲咧讲咧无，咱拢无咧讲咧哈。哦，什么 French？WTO 咩？我要讲一个迄个要俾你拍电脑迄个。哦，这张哦，讲好，无要去看菲律宾要拍吼，啊，敢有影拍？免啦，无拍。这个国旗是啥个？美国个，你要拍啥？你台湾旗啊都唔敢都拆家家啊，你去看菲律宾咩？你若早用美国国旗去，我菲律宾有人乖啦。哦，啊到尾佮插美国国旗，咱真个飞弹哦，拢伫迄个太平洋美军司令舰队内底呢。咱飞弹虽然佮买个吼，咱个飞弹拢也伫美军个手头呢。咱无法度战争呢，唔是咱啦，因迄个流亡政府啦，无袂当战争啦。所有种种，一直拢来讲台湾特地啦吼，来存哎呀，迄张较济无。来，这张，好是伫世界上消失啊吼。你若你甲拍迄个拍电脑，你若用电脑人去等于你甲拍吼，你甲拍 AIT， 啊甲起入去。签证服务，非移民签证服务呀，吼，该拍的，这里要下个，你等于家己查。啊，拍这个，有看到这个表 ，ESTA 这个，拍这个入面，甲取这个入面，甲点来得。来，你甲下个 ESTA， 哦 ，ESTA 甲取入面吼，入面伊会什么出来呢 ？ESTA 入面有这个表出来，啊，这个表。ESTA 入面，你个表，这个表你个，只有一个这个，甲取这个中文，哦 ，ESTA 入面有这个，有这个表哦，啊，这个表内底你甲取中文，啊，甲取入面，取入面有，互你点讲出生国是对，出生国有 China 有台湾，没有 ROC 的，这张啊点入。无熬死啦！有你伫中国出世，中国人都当然伫中国。啊，台湾有台湾呢，无迄个熬死啦！哦，伊这有人伫个内底讲嘞，讲我是照迄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来先说。好来，啊，你伫这个国境吼，国甲拍入去，无请呐，有台湾无熬死，谁人个无请呐？因为这是要迄个免签证的嘛，请呐人袂当免签证，所以伊无排请呐出来。啊，无排迄个熬死出来。敖西这个名都无记啊啦，哦，啊，基础国有 China， 有台湾，现在有 China， 啊，台商伊住伫中国啊，所以居住地要中国对吧？但是有台湾，伊这个表内底拢无敖西啊呢？你等于查看呗，真正台湾拢敖西的，伫南京一张木牌有无？你有看到无？南京已经王牌，就是写底下啦。我主要要甲恁讲这吼 ，China 已经 ，ROC 已经吼，没有了啦。这个话以前中国的高级干部都说：“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最近看伊讲，最近两三当然因有人研究国际法，研究了怎样了？讲啥？亲爱的台湾人民们，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唔是固有领土啊！即摆
因国际法去研究了真做啊，伊嘛是讲这啊。哦，来，两个法律，法律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的主权，这第一条法律啦吼。啊，第二条法律，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我这拢有去查讲是伫对下哦，唔是讲干那国际规定呢，是日内瓦什么和平公约第四十四条，占有地不得什么什么什么，这唔是用空嘴薄舌讲，嗯，我着国际公约讲的，有写嘞，这拢有写嘞哈。啊，这我都卖讲啦，阿边个阿边个正宗，我就会带我去甲顺迄个顺迄个空嘴安那枪支安那走的啦吼，安那出去安那走的，我在中间用的，好啦，今仔超过这是时间啦吼，那就不好意思啦吼，啊，谢谢大家，谢谢，好，各位好，请起立。行嘞，好，谢谢大家。休困哈，老卡用餐。多谢。有较好啦，但是也袂当食伤久啦。